Hello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简单开盒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就是让我等了很久很久的 2G 托鲁基斯。今天啊，是先到了一盒，等大批量的应该是在这个周日或者是周六到。那之前啊，在店铺里面预定了的朋友，可以在这两天补款了。毕竟啊，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所以咱们这次呢，就废话少说，直接来看看模型啊。那么这盒 2G 托鲁基斯呢，定价方面应该算是一个 2G 的标准定价。看一看价格，2500日元，100多块钱啊，并不算贵，还是挺便宜的。好，直接来看一看板件啊。其实啊，说实话，之前一直以为在很多年前的一次会展放出消息说要出这个 2G 的吴小强给出齐，结果呢，只有两个飞翼，就先出了这个 2G 托鲁基斯。不过不要紧啊，托鲁基斯我感觉也挺不错的。好，来看一看板件啊。等得越久，这个心情是越激动。托鲁基斯这个机体我还挺喜欢的，这个机设，特别是托翼。好，首先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胶贴部分啊。那胶贴部分虽然说是 RG 的招牌吧，但这次感觉给的数量好像不是特别多啊。一些标志，包括一些金属色的贴纸，不算特别多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在骨架部分啊，这一次算是比较特殊，因为可以看到之前招牌的 RG 成型骨架呢，这次啊只有这么多。脚部、手腕部分，然后这个是腿部结构。那这款托鲁基斯啊，最大的改变就是在骨架内构部分需要借助拼装来成型，算是一个很大的变动。同时呢，在这一版上也看不到之前 RG 招牌的成型可动手了，看来这个骨架部分确实是缩减了很多，也算是一个改革吧。然后呢，多色成型的 A 版这边是袖口部分的分件，包括机翼部分的分件，还有裙甲什么的。那这一版呢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颜色部分是偏灰的，应该算是这个色差分色了，这版是灰色的，因此呢，看着和我这个背景板有点顺色啊。同时呢，这个放大一点可以看到，上面也是给出了不少的细节刻线，感觉还是很精致的啊。这个刻线很细。好，这个 A 版是灰色的。腿部。光束军刀特效件啊，透明色的，纯透明色的，一点颜色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是相对白一点的大腿部分的分件啊，这刻线给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清楚。而另外呢，不知道朋友们发现没有啊，这次在这版白色板件部分啊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反光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处理方式感觉和之前的比如说金色一端呢，或者是西安州感觉不太一样，没有那么亮，但是呢，和一般的这个成型板件相比也是会亮一点啊。这版就是普通的磨砂质感了，而这一版白色部分，特别大腿部分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光亮啊。咱们继续来看啊，这颜色其实已经是能够看得出来区别是很大的，白色然后灰色色差分色啊。这分件部分感觉还是很细的，但是呢，本身这个托鲁基斯结构部分放在那儿，应该是也做不了太多色差分色。这个是托鲁基斯的头冠，唯一的一版红色件，然后盾牌部分，还有这个应该是肩甲部分啊，盾牌肩甲，还有出气口部分，黄色偏橙。这版啊也是裙甲部分，盾牌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由于表面特别亮啊，这个表面是有点磨损了。这个最前面处理的还是很亮的。这应该算是成型亮，成型亮，也是白色部分。好像外甲部分就这么多了啊。这个色差分色采取的并不是很多，只在这个第一版上。那个灰色板件部分是，然后这个依旧是大腿，主要看这个部分啊，刻线感觉很细致，然后机翼，就这个部分看起来很亮，应该算是大腿部分，然后小腿部分这个感觉非常明显。然后呢，在这包里面还能看到一版灰色的内构分件，那其他部位啊还没辨别出来啊，能够看到喷口，还有一些关节结构，另外啊应该是推进器部分的一些分件了，内构分件。整版材质还是偏软的，反正给人的感觉吧，就是这个 PS 件在这个持久度方面确实是不怎么可靠。希望这个联动机构啊，包括这个推进器内部的分件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出现损坏的情况。毕竟啊，这个内构部分还需要和这个成型骨架进行咬合和拼装。另外还提供了一版红色的光束军刀，一个透明的，一个红色。然后这两版呢，这个灰色这版是 G1， 还是内构部分的分件，盾牌内构，还有这个腰部分件、胯部分件。包括之前的推进器，毕竟是一组啊，还有这个大腿的根部，也是整版的灰色啊。这关节部分看起来还是提供的不少啊，毕竟这一次呢，需要和这个
成型骨架进行拼合，形成完整的内构。确实和以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。而剩下这一版呢，就是这次图鲁基斯的，对，没有可动手啊，所以是提供了这个是掌型握拳握持枪的造型手，全是造型手，包括手背装甲，然后关节部分的结构分件，这边是武器啊，多佛枪，包括枪管部分，都是整版的暗蓝色，深蓝色。那么好了，到此为止呢，所有板件部分我们都已经浏览完毕了啊。毕竟是2500日元的标准定价，所以板件数量确实是不多啊。最后就是我们这个图鲁基斯 RG 图鲁基斯的说明书了，它的头像，看一看这个板件数量是多少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算上光束军刀和这个头顶的分件，才只有12个，确实是不太多。然后拼装流程感觉不怎么复杂。看起来是不怎么复杂，给我的感觉啊，就这次作为这款 RG 的新品而言啊，这个变动确实是还是不小的，确实不小。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这个骨架内构部分，是舍弃掉了这个整板整体的这个成型骨架，而采取了这个成型骨架配合上内构来进行拼装。我相信啊，这么制作的话，在这个持久度方面肯定照比之前是好很多的，特别是这个球形关节部分应该会稳定不少。而另外在这个外甲部分啊，因为本身图鲁基斯的这个机设关系，所以这个色差分色啊应该不会太多啊，毕竟这个结构都是大块的，所以呢在这个主体的大腿啊，包括小腿，肩部还有这个肩甲部分啊，基本上都是纯白色为主。那分色色差分色部分都集中在了 A 版啊，看这个样子主要都是在这个比如说裙甲呀，或者是腰部，还有这个推进器部分。不过呢，目前看这个板件部分的状态啊，这款图鲁基斯拼完之后效果应该不会差啊，毕竟这次算是一次改革，同时该有的分色也都有。所以呢，个人感觉啊，这次图鲁基斯主打的就是结构部分的扎实和稳定啊，虽然目前还没有拼装啊，但是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期待的。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时间是比较紧的，今天已经是周四了，你看明天周五还得上班，赶周六更新的话真的是得熬夜了啊！如果说周六没有准时上午更新的话，那就是可能会晚一点，但是呢肯定会更新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催我，催我的话我也做不出来，我也着急啊。好了，那么这次开箱呢就开到这里啊。那么感觉视频不错的话，多多给咱们的视频点赞、投币、收藏支持，同时订阅评头论足的相关账号，最新的节目资讯都会及时的进行推送。我们尽量周六见，拜拜。